我这边打算去处理，不去不要。张老师，什么？你这样子，是。我是非常危险工作，那么讲，那真的是，你肯定吃那个大乌龟笼子。 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这咋还行？还行不行？那我啥呢？啥都不行。过年的。为什么还行点？啊，这搞的太搞那个。我可以。这样吃不？这样我没经验，那么吃也太无聊了。
Yeah.
Yeah, here we are.